法例，香港嘅法例有嚴重性別歧視嘅，你點睇？我好差，香港嘅法律系統係好差，垃圾屎到爆，完全係冇得玩。即係平時嗰啲打官司嗰啲制度已經弱智，跟住直情而家連呢啲法例咧都係有問題。咩點解冇女人冇得強姦男人？如果佢即刻綁曬你手手腳腳係嘅。系都要强奸你啊！冇得强奸到啊！个恐惧斗室咁样，即系捉你攞支枪指住，逼你做呢样做嗰样，你有得咁样叫唔叫强奸？又冇嘅，即系冇完全唔会保障呢啲男性啊！系啊，公平咩？公平咩？佢话点解唔反告啊？男同强奸罪系啊，可能会咁样啦。香港个法例系黐线，可能就会有呢啲情况啦。反告翻个男同，有人话巨龙。即係如果巨龍興奮就等於男性自願嘅黐線，我覺得呢啲都就算唔係自願啦，佢係咁喺度刺激佢或者點樣啊，係咁喺度咁樣，即係呢啲自然反應，好似你俾火燒你個人隻手啊即刻縮，即係類似係咁樣咯，即係點咁樣就叫自願咧？傻，嗰個邏輯係戇居啊！呢啲係我啊又好差咯，所以呢啲咁嘅法律，我好似我啱啱嗰個例子咁，如果你而家俾人綁手綁腳啊，而家有個變態。女人而家捉住你啊，即系绑住你喺个十字架度，之后系咁喺度做，对你喺度做出任何猥琐嘢，咁啊唔可以告个女人强奸啊，即系又系反而告个男性啊，唔通系咁黐线咁荒谬咩？我哋手手脚脚喐唔到，系嘛？系咪先？啊，得香港法例唔跟时代演变，好白痴，所以我好差，我一听到即刻好火啊，即刻觉得邓个。等个男童唔抵，亦都等觉得呢个法例啊，根本系好性别歧视。香港就系咁样，香港好多法例又唔公平，吓、啊，即系一嚟贫富方面唔公平啦，嗰个司法制度；二嚟就系嗰个性别都唔系话一个好公平嘅裁决咯。我又觉得好衰，一听起就好啊，好差垃圾咯，我觉得好差，废到抽筋，叫翻即系转翻去以前包青天审案好过。仲好啊！我都话嗰啲惊堂木啪啪噶嘛，大胆肃静就系咁样仲好啊！而家我觉得系恢复翻呢啲法庭仲好啊！呢啲嘢完全人性化，唔公平先最公平，黐线点会咩意思？唔公平就对有钱人公平咯，即系对你系得益者咪公平咯，大佬呢啲法律就系根本就唔系人玩嘅，我觉得呢啲唔系公平。叫咩法律咩攞个天秤喎、啊？笑话、啊、我即刻觉得嗰、那个吓、啊、一嘢沤烂佢。孙中山就唔知试过扭甩个公仔，好似有个故事，以前啊类似啊咩话人哋拜偶像定乜鬼嘢，类似嘅咁样啦，好似系咁样啊。我就唔知系咪好似以前我睇唔知咩电视节目嘅有拍过一个咁嘅吓。啊咁样类似啊，咁样即系话类似话呢啲啊，唔即系帮唔到你啊，定点啊，拗烂佢咁样咯，啊，拗得啱唔啱，我又唔知啊。但系我又意思就我对于呢个咩法律呢个就系咁样咯，咩公唔公平，完全唔公平。佢系咩蒙眼天秤嘅，我话根本完全唔系啊，完全就唔系蒙眼。我要求所我都觉得其实法官一个蒙眼一阵，觉得咦被告几靓仔喎，吓唔似喎。啊，唔止犯法喎！被告梗系话被告咁靓女，一睇就知唔系呢啲咁嘅邪气妇人啦、啊。点点点点点，应该咁样蒙眼先最好。我觉得即系佢法官系必不能望到，如果唔系嗰啲咩印象分，你唔觉得好唔公平啊？唔系啲律师点解啊？呢啲个官会有印象啊？记得咧啊，打条煲呔啊，着恤衫啊，啪啪啪，恤翻好个头咁咩？咁黐线啲审案你睇咩印象咪白痴啊？审案事实啊，大佬，低能嘅咩印象印咩像分？即刻我系揾到一间黑房忙包鬼住嗰个，我成立新嘅法律制度就系要咁样啊！要或者戴面具，即系你嗰个被告啊，戴面具唔知道性别最好啊！即系当然就除非强奸嗰啲，你一定系要即系可能就要清楚少少。否则我啊呢啲系好，你唔觉得系唔公平嘅？即系我睇你日睇到个样，已经人系一定会有咁噶啦，即系会有个即刻会对咦呢个人唔似系点啊？声音都要经我处理嘅，话俾你唔系一阵话呢班人呢个人把声点点点，语气又有影响，咁又唔系判断话佢觉得被告咧
啊，即係被告啊豆沙聲咁樣，哇好難聽把聲，跟住又冇心機聽已經冇啦嚇，係嘛？咁又有影響啦，公咩平啊？一啲都唔公平，公平咩？公平咩？咁完全唔公平。倒不如，所以你一定係揾包正天嚟審我。我建議全部都揾翻，係嘛？你覺唔覺？你坦白講，你覺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我而家係一個即係好理性咁討論，你話係咪？你講嘢語氣，你最好係噏完咧，就有機械人同你復述翻。係啊，啱啱被告咧就話點點點點自動過一陣先，係嘛？咁樣可能又有啲語氣嗰啲唔係會有影響定點樣啊？不过好难讲，语气嗰度可能睇到有人讲大话。总之蒙咗个样子起码好少少啦，我就觉得样呢啲又会好大影响。语气你就可能话法官就要凭即系估嗰个人系咪即系讲大话之类咁，可能都系需要嘅。但系你样呢啲又冇需要啦，系嘛？呢样就肯定多余嘅事情。我就觉得系唔需要咯，啊咁啊最好。衫嗰啲啊，全部无永嘅黑色袍，大家笠实晒，跟大家戴面具，咁啊最好啦。咁就肯定冇话唔知道咩事啊，咁又唔会有咩任何偏私，系嘛？又话盲人先做得法官，冇我咪改咗咯。话戴面具，你系嗰、那个你系被告，系嘛？系咪咩语重人咁？你哋两个都戴面具，咁啊肯定唔会有呢啲问题啦。啊、有位兄弟过啦，好好啊！佢话咩近几年，话九七过后嗰啲法官咧就咩用银纸蒙眼，佢就咁讲，讲得非常之好讽刺啊！呢个你咪帮嗰个法律嗰个像啊，加翻嗰啲汇丰银行咩狮子乜鬼嘢，好有创意！我建议你。你可以整一个艺术品系咁样嘅，一个雕像系，跟住就攞银纸系蒙眼，非常好啊！啊，攞咗金毛啊、美金啊，搭落去啊，好好啊！啊，整嗰啲啊，摄喺佢嗰个布入边啊，咁啊最好啊，咁啊最仲有趣，仲讽刺。好啊，你可以整呢个艺术品啊，呢位兄弟叻仔，你整呢个艺术品去嗰啲咩法国摆啊，赢硬啊，包你攞文化奖，好啊！好大意，呢位啊有围巾，呢位兄弟叻仔咯，啊记得佢，记得坐言起行，唔好俾人偷个桥，梗系人哋攞个桥，梗系咩攞咗咩诺贝尔咩奖之后，你就喺度喊抌心口啊，无谓，或者你画幅画都够啊，已经摆上去，可能已经劲多人睇，嗰啲咩法国乜乜艺术大奖即刻揾你，真系啊冇呃你，即刻投稿咩咩比赛，即刻赢。啊，当系新嘅经典作品，劲过哈哈《蒙罗丽莎的微笑》啊，新啊！我呢个第二幅画系有10亿市嘅价值嘅，计我画嗰啲画作，咩布定景先？你自己整个雕像都唔得，画画都要报警啊！黐孖筋，唔俾画希腊神，即系嗰啲法律神嗰啲唔俾人画嘅，黐线边条罪啊？告咩罪啊？艺术品。創立藝術品罪啊！有呢啲咁嘅罪啊，黐筋！自己買啲黏土、買啲石膏啊、雕像嗰啲雕都唔俾人雕啊 ，short 嘅有咩可能啊？黐孖筋，係嘛？又話蒙眼法官的微笑個名都改埋啊，改得好好啊，係啊！呢個就可以肯定攞硬仗呢一個就做得最好，或者你畫一幅畫咯，就好似我啱啱咁啊，即係有個男人俾人綁住曬，跟住但係俾人告強奸嗰啲喎，你可以畫一幅咁嘅畫咯，告佢強奸，係嘛？咁樣一樣都係好諷刺。點解而家性別歧視？即係平時要講性，即係性別平等。而家係變咗係越嚟越唔平等咯，我覺得係咁樣，即係佢冇改善呢個性別歧視嘅問題，反而係咁加劇，拱埋一邊，即係我係黐孖筋，你不誠實使用雕像黐線嘅，咁你嗰啲古代人哋都整嗰啲咩裸女啊嗰啲又不誠實使用雕像，全部拉曬咯，掘佢哋條屍係邊咯，咩達文西。啊咩米高安哲奴嗰啲全部攞嚟揼咯，拉斐尔吓、啊、文艺复兴三大巨头全部攞嚟俾你揼一打镬金就啱噶啦，系嘛？